死得啩？上面嗰部咧，好似仲未搞掂喎，一号。冇办法啦，呢个时候真系要放炸弹啊！唔放炸弹咧，基本上咧冇机会。好啦，出咗嚟啦，人仔。好，死噶啦我，死噶啦我，死噶啦我。如果佢有火筒，我就玩完噶啦。冇，冇人嚟搞3600分啊！3600分系足够可以反胜嘅，但系而家唔得啦。3600分就9400几，两只。三隻，趕唔切，反勝啊！反勝啊！30几秒，啊頂啊！哎呀！好 ，very good， 我覺得好滿意。今次呢個人仔戰係。OK 嘅 ，OK 嘅，呢 round 系逆境波得好紧要嘅，但系我哋打得太前。而家如果佢输埋，我哋会输嘅五号，有机会输埋嘅。一秒，唉，好彩，打得太前，哇，真系得救了。唉，呢我都算系偷鸡赢啦，今次系咪啊？即牺牲咗我嘅个人得分，咁我换嚟成队嘅胜利啊，咁都几重要嘅。咁啊，但系今次即系真系有一打叫可以做到一 set combo 咧，系得一次嘅啫，就打对面呢一部机系得一次嘅啫。咁所以就我啊当然唔系唔够喉啦。呢部系劲嘅，所以我一定要赞一赞。佢即系拜兰特系喺呢个 map 系好用嘅，即系你支援机咧，咩支援机咧你都死嘅，出呢部死硬添啦。好啦，尾二嘅成绩咁啊，但系咧可以帮到成队啊，反胜系相当重要啊。咁啊计分嘅啫吓，大家真系要无论如何点都要睇清楚睇路啊。